只，头顶两根毛尖尖，好怪。他向宇宙看，看到一辆电，那是我家园，锦绣江山画卷。香菱，新一期的少年漫画出了。真的？那我要赶紧去买。哎呀，糟了，我为了买杂志特意留下的10块钱零花钱不见了。你别着急，我有办法。甜筒人，甜筒点，甜筒变天爷。零用钱扫描仪，它可以帮你找到丢失的零钱。哇！我把它夹在课本里，自己都忘了。走吧，咱们去买漫画。难道说还有零花钱啊？天哪，你怎么还藏有这么多巨款呢？想起来了，这是去年艺术节获奖爸爸给的奖励。咱们今天就把这笔意外之财花出去。嗯。你看，我要这个娃娃，金发碧眼，好可爱，正好100块。那我要这个机器人，多威风啊，正好100块。咱俩只能买一个，这钱是我的，应该买娃娃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发现的。而且你已经有那么多娃娃了。都怪你。香菱，你快看。小猫陪伴脆面有奖促销，凑齐60张小猫卡片就可以有机会抽得大奖。你往下看嘛。这不就是？没错没错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好，小猫陪伴脆面这次就靠你了。呀，真是累死了，这100块零花钱正好购买2箱干脆面。那咱们就开吃吧。不就是一只普通的小白猫吗？我觉得黄猫更可爱。这只猫可是能给咱们带来洋娃娃和机器人的，你这只猫行吗？好了，甜筒，别吃一张卡片的醋了，快吃吧。咱们任务重着呢。好吃，真的，我尝尝。香菱，甜筒，吃饭了。甜筒，起来了，咱们该吃晚饭了。吃了一下午干脆面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了。我也是，咱们这一下午才吃了不到半箱，这60张小猫卡什么时候才能集齐呀？现在有人帮我们吃就好了。哎，我有个好主意。香菱，你怎么想起请我们吃干脆面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帮忙？哦，是啊。都是好朋友，没事就不能请了吗？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等一下，干脆面随便吃，不过里面的卡片我可要回收哦。哦，那没问题，我能再来一包吗？想吃多少吃多少。咱们终于集齐了60张小猫卡片了。甜筒，咱们去换玩具去。走了。等一下。
想到这个活动到上个礼拜五就结束了，白白浪费了100块钱。甜筒，都怪你没有看清海豹生活动的时间。你不是也没注意吗？害我吃了一个礼拜的干脆面，都快吃吐了。哼！神奇标签。妈妈，您又要大扫除吗？我来帮您吧。我还是自己来吧，你碍手碍脚，帮不上什么忙。可以的呀，我可以。除非你变成一个大力士，把家里这些家具什么的都举起来，让我痛痛快快地把所有角落都擦干净。不然的话，你就老老实实自己玩，妈妈可以的。哦，变成大力士。快去玩吧，妈妈自己来就行了。我想帮妈妈的忙，可妈妈觉得我碍手碍脚的，怎么办？那就听她的话好了。我做不到，妈妈每天太辛苦了。甜筒，你能不能帮我变成大力士啊？这样我就能帮忙了。这个我真没有，不过我好像有另一个东西。甜筒圆，甜筒扁，甜筒变天眼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分类用的？这是个神奇标签，看到它上面有两行可以填写字的地方了吧？上面那行写数值，下面这行写单位，然后贴在你想贴的东西上，它就会有神奇的效果。你看着吧。听起来不错，谢了。哇真的有用啊，这张床现在好轻啊。当然了，我的宝贝肯定厉害了。这下就好办了。接下来是这个，这些就贴在这里好了。哎，这张是什么意思啊？贴在洗衣机上。哎，你还真能想得出来。哦，爷爷把我垫在后背上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能用神奇标签变成超人的。哈哈，想象力才是最厉害的生产力嘛。香菱，该收拾你的房间了，给我开门吧。喵，哈啦。我的天啊，这房间里简直太干净了，你做了什么？我只是简单打扫了一下。竟然连床下都打扫了，真是一点死角都没有，而且还做得这么快。妈妈，我是不是很棒？很棒很棒。你这间房间里呀，唯一剩下的死角大概就在灯上了，不过这个你也做不了，有时间我来吧。灯。阿姨好，我来找香菱借本书。她在房间里呢，你自己进去找她吧。我的天哪，我一定是没睡醒，要不然就是饿得太厉害了，出现了幻觉。我为什么觉得你现在是蹲在天花板上啊？这是天眼给我的神奇标签，有了它的帮忙，我就可以帮妈妈打扫房间了。看，我刚才的体重只有-0.001斤，像氢气球一样。你找我有事吗？我要借本书。哦，你自己拿吧，我的书都在柜子里呢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多吃点。阿姨你好，什么？甄美丽一直没回家？那我去找找，您别着急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甄美丽妈妈说她一直没回去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赶快去找找，您先吃饭吧。不用等我了，路上小心啊。这个甄美丽能去哪儿呢？香菱，快救救我！我在这儿。脚下，这是我扔掉的那张标签，没想到被他踩到了。甜筒猫，快想想办法吧，我来救他。甄美丽，真对不起，都
是我害你在这里飘了这么久。正好我也体验了一下身轻如燕。你快回家吧，你妈妈找不到你都急坏了。好的，我都快要饿死了，看来我还得多吃点，不能让自己太轻了。天童，把你的神奇标签全都收起来吧，不然太吓人了。哈哈，没问题。家庭沉默日。妈妈，有没有什么零食吃？吃那么多零食伤肠胃，正餐你怎么不好好吃？可人家想吃甜点。江玲啊，你是女孩子，应该拾掇利索点，看看你这蓬头垢面的。是啊，别总窝在家里，多出去晒晒太阳。出门玩之前要把作业做完哦。被子叠没叠？背没背？作业写没写？哎呀，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啰嗦。我们这是关心你。就是，你也不关心关心妈妈，帮妈妈干个活什么的。好烦啊！香玲，我的冰淇淋呢？冰淇淋。啊，我忘了，都怪爸爸妈妈一个劲儿的唠叨。我去给你拿，你帮我想办法让爸爸妈妈不唠叨。不唠叨？这是沉默名牌，贴在爸爸妈妈身上，他们就保持沉默了。这个好。这个是一次性的，撕下来就失效了。明白了。亲爱的，你新买的洗衣液真好闻啊。那当然，还便宜呢，买一送一。妈妈，爸爸。香玲，有事吗？吓妈妈一跳。没事，我就是想帮你们叠衣服。看来沉默名牌生效了，爸爸妈妈再也不会在我耳边念经了。爸爸妈妈，我出去玩了，中午和甄美丽一起在外面吃炸鸡好吗？哟吼，解放喽。妈妈都没交代我出门要看车，管他呢，不用听唠叨就行了。我回来啦。沉默名牌功效真强啊。爸爸妈妈，我没和甄美丽去吃炸鸡，她着急去上补习班呢。妈妈，你知道吗？甄美丽买了条红色公主裙，可漂亮了。对了，今天我们在路边看到有人破坏共享单车。吃饭不说话，真无聊。妈妈，你做的菜可真好吃啊！哎呦，乖女儿，没摔疼吧？你说说你急什么呀？又没人追你。香玲啊，女孩子多吃水果更水灵。我觉得这样的沉默好像不太好。你不是不想听唠叨吗？可没了唠叨，我觉得爸爸妈妈不再关心我了。你到底想怎样？那就去把沉默名牌撕下来。对呀。我来给你们捶捶背。香玲，你不去写作业，在这里干什么？对呀，写完作业还要预习明天的课程。香玲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觉得听你们唠叨真幸福。香玲生病了？没有啊，看的精神状态挺好的。
我去学习了。啊？怎么样？虽然爸爸妈妈真的很唠叨，但是我知道这些唠叨都是为我好，也就不觉得烦了。现在我感受到了关心与爱，好开心啊！你们地球人真是奇怪。即兴舞会。武冠军，你发什么呆啊？明天是六一儿童节，班上要在小公园的草地上举行联欢会，可是我到现在还什么都没准备呢。那武冠军，要不要我用魔法帮你看看大家都在准备什么呢？好啊好啊，说不定看看大家的，我就知道自己要准备什么了，对不对呀？甜筒圆，甜筒扁，甜筒变天眼。嗨，爸爸爸爸爸爸，明天的联欢会，你能不能给我做一点小吃，让我带到学校去啊？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。当然好了，等下我多做一点，明天给你带过去啊。妈妈妈妈，能不能再多做几种口味呀？我们班的同学们都特别特别喜欢你做的冰淇淋呢。瞧瞧小嘴甜的，妈妈知道了，会多做几种口味的，放心吧。26秒，又慢了3秒。不如明天准备一个30秒你模仿比赛。不错。武冠军，看了这么多，你有什么好主意了吗？我想到了。武冠军，没想到你竟然会弹吉他啊。那是当然，我是学过的。你就表演吉他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苦恼那么半天呢？因为我根本就没好好学。切，我也没有别的才艺啊，总不能上去表演踢足球吧？而且弹吉他多帅呀。真是没有想到你的吉他弹得这么好啊，我真是太崇拜你了。天野，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你看，只要在我表演的时候给我施个魔法，能让我流畅地弹一首歌就好了，拜托了。好吧好吧，够意思，好兄弟，到时候请你吃冰淇淋啊。哇，冰淇淋、寿司、小蛋糕，看起来就好好吃。那你就多吃点吧，我爸爸做的可好吃了。快看许博文，许博文他拧完魔方了。甜筒，甜筒，你的冰淇淋来了。那个，等会儿的事儿你别忘了。忘不了，忘不了。下面一个节目是由武冠军同学带来的吉他独唱。差点给忘了。甜筒圆，甜筒扁，怎么回事？武冠军还会弹吉他呢，看起来好厉害啊。甜筒圆，甜筒扁，甜筒变天眼。怎么回事？不会是刚才我冰淇淋吃多了吧？怎么还不开始啊？我们都等急了。怎么搞的？这个甜筒居然在关键时刻掉链子。喵！
我看到高兴你就跺跺脚，这是人猫过午，挺有趣啊。是啊，他们两个多可爱呀。冠军，你今天的点子很棒哦。谢谢，我一定要好好学吉他。